嘉义县政府甲全家便利商店再度合作，嘉义优先水产进入全家 Farmy Super、全家行动购以及店长团购的虚拟平台。官府举办嘉义优先水产精品虚拟合一行销启动记者会，馆长吴正良甲全家部长林鸿贤启动全家行动购商城嘉义优先水产专区，并且响应2024巴黎奥运，喜欢十道料理，做伙为台湾的选手加油。该县致力推动农业转型以及升级，县长翁章良强势成立家己优先品牌，目前认证通过已经有178间业者，520项优质商品。即次家己优先的水产品，甲全家便利商店合作，结合伊的 Farmy Super、全家行动购以及店长团购等等虚拟平台，伫八月首杀十间家己优先水产业者，超过20项产品，之后每个月也会不断严选几只商品上架，让消费者随时会当品尝到家己在地水产好滋味。要吃新鲜的水产品，现在在全家就买得到，而且在我们 Farmy Super 啊，大概60家店，那你可以买到实体的嘉义的水产品。那或者透过所谓的这个全家的行动购，你就可以在网络上直接下单，然后挑选你要的全家就近取货的商店，你同样的也可以吃到嘉义最好的鱼产品。那现在实际上我们推出了蛮多项的哦，大家上网去看一下，那你也可以到实体购买，也可以在网络订购。那全家又特别提出优惠，所以从8月1号到8月30号。那有特别的优惠，所以大家要把握。那我们后面呢、实际上跟全家已经合作了第三次了。那我们希望未来透过这么强的通路，能够让全国所有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有全家的地方，都可以跟大家有机会吃到嘉义最好的鱼产品。我们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好不好？尤其中秋节快到了哈，大家多多选购嘉义的鱼产品。全家便利商店长期支持在地采购，以线上平台和实体店铺优势，成为台湾在地农畜产推动的最佳助攻。家己优先和全家牵手给 Farmy Super 了后，为了庆祝全家行动购商城家己优先水产专区启动，以及响应巴黎奥运，特别推出限时优惠，8月1号起在该商城专区内一点特惠加价购同步开跑。新新闻中南行嘉义县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一起加入我们吧！